我是爱家，你是谁？我是浪哥。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这次呢我们跑去家乐福逛了一下他的冷冻柜，结果发现里面有好多我们都非常好奇没吃过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家乐福冷冻柜的挖宝特辑。这次呢我们总共斥资了1000多块，真的蛮便宜，买了这些东西，我们要来开箱。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GO！ 首先呢这个是家乐福的冷冻格子小薯饼，售价109元，它很大包哎，而且外面好像比较少这种格子形状的，看起来超好吃又很便宜，所以我们马上去气炸一下。卖相超好，而且它分量蛮多的，这样算起来 CP 值很高。它是外酥内软，我觉得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本身其实有调味，就是盐味，比较咸一点，你如果不沾它也是有味道，然后你要沾点番茄酱我也觉得很棒。这个是我也想回购的，因为外面点这种格子薯饼其实蛮贵的。我在气炸的时候，峰哥大概问了我超过10次，好了没？我可以证明。我想说，有这么急吗？听到声音，10分的话呢，我给他8分，我觉得是我会回购的。你呢？7.5，虽然不爱吃薯饼，但我可以接受，蛮爱的。就酥酥的。那你给他几分？4分。峰哥最高的分数了。桃爸爸香菜水饺售价149元，这已经是为我买的。对，香菜口味的在冷冻柜里面其实很少看到，对，而且它一包里面只有20颗，重量是500公克，所以平均一颗是7.5块，不便宜耶。它水饺真的很大颗，而且真的很像外面市场买的那种手工感。香菜水饺，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大一颗的，它内馅也蛮饱满的，肉蛮多的，然后看得到香菜。这个我很可以。其实我跟小编喜欢的水饺是皮有点 Q，比较厚一点，但有 Q 感的那种手工水饺。它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它香菜的口味蛮够的。对，我觉得它香菜给的很适中，不会过度，那也不会说吃不出香菜味，而且它肉也不会有什么腥味，感觉蛮新鲜，里面真的有汁。喜欢香菜的人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一款，虽然我觉得它价钱稍微贵了一点，不过这是我会想吃的时候想买的。不用等你了，8.3，我会回购。我又帮你发现一个好东西。我个人给他7.5，因为价钱还是觉得贵了一点，那好吃。接下来这个是大阪王酱肉煎饺，这一包249元。这个我挑完很久了，我看日本节目，这是他们家冷冻库的必备美食。就是很多日本人，对，他们家都要这个，超高 CP 值。而且它其实这样买不便宜，它这个平均一颗是8.3，因为里面只有30颗。那因为台湾比较贵吧？我之前有看那种赖群主也在团购这个，是大包的，算下来就蛮便宜的。那我们先试试看味道怎么样。它的肉感没有想象中丰富，我觉得它很没惊喜感哎，而且它的皮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我们买那种熟水饺拿去煎起来的那种口感，软软，就是皮很薄，然后就是很机器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内馅没有到非常多，就是包高丽菜跟猪肉这样，也没有特别突出，内馅也觉得蛮平淡的，调味就是适中，不沾酱也可以，
但就淡淡的这样。一颗8.3，我想去买香菜水饺。因为有比较，你会觉得香菜水饺比较划得来。嗯，而且比较大颗。嗯，可能我们对它太期待。对。十分的话，我给它6分。6.8。CP 值跟价格落差太大了。还是找一天去现场试试看。好。那让我工商一下，我们现在呢开团山水轻量无线吸尘器，超轻巧的，而且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有兴趣的呢也可以去我的团购看一下哦。连小朋友都可以操作的吸尘器，重量只有520公克，超轻巧，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组装出不同的高度，打扫更方便，还有2种吸头做搭配， Type C 充电超轻松。奇美 XO 酱叉烧肉包，它是跟李锦记合作的，售价69元。因为我好像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口味，所以我很有兴趣。那我们来热一下。它内馅比我想象中还好一点，我本来以为真的只有酱而已，可是感觉还有一点肉。1颗11.5，看起来好像蛮划算的。对啊，它是吃得到那种肉的，它是真的有肉，不是单纯只有酱。嗯，就是叉烧包啊。那然后它又跟一般的叉烧包不太一样，它真的多了那种海味 ，XO 酱的海味，不过淡淡的。而且我是用微波，微波起来它的皮还是 QQ 的，不会干。嗯，口感很好哎，这当早餐当点心我觉得很棒。10分的话，我给它7.5，差不多。嗯。接下来呢，这个是草莓法式薄饼，售价109元，里面有6路，所以它平均一个大概18.1元。它还有一个是巧克力口味，我之前其实有买过好事多的这种薄饼，但是好事多就只有巧克力，而且很大一包。然后想说看到草莓，赶快来试试看。它是冷冻的，它其实放在常温1个小时就可以吃了，然后你也可以拿去加热。它直接吃哦？嗯，可以直接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味道。嗯，它草莓酱给的蛮多的，而且因为我已经放室温1个小时，一咬它草莓酱就化出来，酸甜酸甜，它甜度比较高一点，但应该会蛮多人喜欢的，是好吃的。嗯，我拿去加热一下，这是微波过后，它其实看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里面就是有草莓酱。微波之后，它的草莓酱融出来了。你知道家乐福是法国的连锁量贩，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它代理的法国食品，我觉得应该是蛮到位的。微波10秒，草莓酱就变超热，然后饼皮是温温的，口感又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蛮可以买的，甜度虽然比较高，但是当一个甜点蛮棒的，是我会喜欢的东西。10分的话，我给它。7.5，差不多。嗯，接下来呢，这个是坚果糖饼球，售价189元。这个就是那种韩国街边小吃，很多都会看到这个，然后现包，然后现煎这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想吃吃看，不过我觉得它不便宜耶，6颗189，所以一颗30块，真的不便宜。那我们拿去气炸一下，它里面内馅长这样。你吃小的好了。哦，因为我刚才闻到浓浓的肉桂味。哦，小编不喜欢吃肉桂。闻到了。味是很烫啊。其实肉桂真的很看人。嗯，有人很喜欢，有人就觉得干嘛加肉桂。但其实我觉得很香，它肉桂不是到非常重，但是是感受到存在感。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麻糬这样，外面就是因为气炸完变得很酥，里面就是软 Q， 它内馅就是有点糖浆，然后混了肉桂又有坚果，但是不像他们那种街边店包很多坚果，满满坚果感这样。不过我觉得味道就是8分像。所以你吃过韩国人？你居然给出这么精准的8分像评价？没有，因为。
看太多影片，他们就是街边做那种感觉，觉得就是很多坚果在里面。大分享。我之前有吃过，是在台湾的街边店哦，它是用纸杯然后装进去，我觉得味道蛮像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说跟正宗韩国八分像，大家仅供参考。因为我还没吃过正宗韩国的。不过一颗30几块有点贵，蛮贵的。但如果我有去过韩国，很怀念这个滋味的人，可以买来试试看，再回味一下。嗯、那如果有吃的人，告诉我正不正宗好不好？到底几分像？欢迎来信留言。10分的话，我给他7分。6.5。接下来呢，这个是被推爆的家乐福品日常。半斤半肉红烧牛肉面，售价119元，很便宜耶，真的很便宜。因为现在外面牛肉面一碗真的要150了。半斤半肉还是刀削的话，对对啊，半斤半肉更贵哦。它里面就是一包那个汤底，还有一个刀削面，很大包耶、嗯、我们去煮一下。煮好了，它的肉分量看起来其实还蛮 OK 的，这是半斤，半斤肉，肉，它里面有酸菜耶，汤里面，因为你知道有的冷冻调理包里面是没有酸菜，可是我觉得牛肉面必须要有酸菜，因为有的酸菜是分开包，嗯。面体很厚实，我觉得面体很及格，其实很 Q 这样。然后它的牛肉味没有很重，它其实汤头是比较偏甜，嗯，然后肉它是切的比较小块，但是牛筋炖的就是很嫩嫩 QQ 的、嗯、肉也蛮嫩的，嗯，我觉得以整体 CP 值来说，它非常的划算。OK 啊，因为它的面是这种刀削面，嗯，然后再配上它那个肉分量其实不算少，嗯，它的汤牛味没那么重，可是它是好喝的，对，刚好我个人喜欢偏甜，嗯，酸酸脆脆的也蛮有口感的，嗯，难怪这个被推爆，嗯。10分的话，我给他8.5，差不多耶，我本来想给8.4的，想说我不能输你，8.5。没，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种价钱，对，配上这个面条跟它的内容物，可以。奇美跟迪士尼联名的冷冻草莓巧克力包，售价135元，它里面总共有5颗，所以平均一颗是27块。我就是被这个可爱的图案吸引，而且我好像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这个哎。它是《玩具总动员》的熊抱哥。对啊，但它本来是坏人哎。哦，我一剪开，草莓味超重，而且你看它里面做的多可爱，草莓点点。它草莓味真的超重，然后我刚才剥开了，巧克力流出来了。这个再热要很小心哎，因为它巧克力酱很容易爆出来。它的外皮草莓味还蛮明显的、嗯，而且是有点草莓的酸甜酸甜。它的内馅哈、哦，很像奇美有另外一款熔岩巧克力包子。合理吧，都奇美的。对。而且它皮你在咬的时候会咬得到草莓那个籽的感觉，会哔哔啵啵。它算贵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精致度还不错。但我是那一派，就是草莓归草莓，巧克力就巧克力，就两个在一起，我会觉得太复杂了。嗯，我本来想说这个很适合给小朋友吃，但它会熔点，我觉得不太适合，会搞到到处都是。那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买来尝鲜试试看。十分的话，我给他7分，6.8。嗯，大成咕咕鲜鸡派，售价119元，里面有4片，所以平均一片大概30元。我之前有在早餐店吃过那个鸡肉派，那我想说它是不是像这个味道？它打
它就是这样一盒。我们来煎一下，看起来蛮不错的。那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有包一层鸡肉这样。不错啊，皮很脆，它皮很酥，然后里面的鸡肉像肉泥这样，然后混了青葱。这应该跟你早上今天吃的不一样。蛮类似的。真的哦。我觉得它应该比较实在。哦，早餐店更薄一点。我用想象的，软大成的应该会比较实在。然后我觉得它调味是淡淡的，但蛮香的。它的饼皮是很酥的那种。十分的话，我给它七分。7.5。迷你综合雪糕，售价159元，里面总共有8只，所以平均一只大概20块。它有4种口味，它有牛奶可可杏仁碎粒、黑可可口味、白可可口味、牛奶可可口味。其实是也没到多迷你，还可以啦。但感觉它是放比较久，外面都有一层碎冰。那有可能。它的盒子标示都是一样的数量，2222。可是它里面摆的是3只，黑的只有1只，剩下4只长得是一样的。那随机吃好了，你要哪个？还是黑的？我先吃白的，我要白的。白的是什么？白可可。那我吃这个应该是牛奶可可杏仁碎粒，那它旁边就会有个碎冰。这种高单价的可能比较卖不动，可是它保存期限还很久，到2025。它奶味蛮浓的，但是它里面的冰淇淋口感很像冰沙，它里面其实吃起来会有点沙沙的，不是那种冰淇淋滑顺的口感，很浓滑顺，对。然后外面巧克力蛮甜的，但很浓郁，而且焦糖牛奶味不错。而且哦，它里面的冰淇淋反而没有很甜，外面的那层很甜。对，外面。我试试看黑巧克力会不会也很甜。它其实里面包的都一样，差别在于它的外皮。黑巧克力就是很不甜，因为它有带一点苦味。其实对我来说，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了。因为它最主要冰淇淋的味道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才160啊！我收回我高单价，不好意思，我误会，我以为它200-300块。没有，因为本来我们想要买那个莲花，对，莲花300多块，但是后来我们就觉得买这个就好了。好了，120块，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啊，十分的话，我给它6.5，差不多7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吃看。毕竟一盒可以吃到4种口味也是不容易。对，好了，我们今天家乐福呢冷冻区挖宝系列，有没有哪一样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香菜水饺啊，牛肉面。对，这两个也是我觉得吃完到现在会觉得哦，它真的很好吃，会想要再买的东西。没错，蛮值得大家试试看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给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还有开铃铛，然后记得要分享。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峰哥嘞，倒掉了。薯条好吃吗？薯条好吃吗？